Hello 豆芽 ，Hello 有西西肉，好准时啊！因为今天准时。Hello Tomo， 是在 Hello。Hello， 大家好，晚上好。晚上好。Hello Martin，Hello 佩生 ，Hi。小回我了哦，好哦，参见头目，嗨，大家晚上好啊！谢谢综合喵喵的星之冠，今天也是大家辛苦了，星期一，大家很棒，今天又过了一天，快过了星期一，好快。头目好 ，Hello 熊熊，还没有想到你好，还没想到 ，Hello R Y Z，Hello 怀怀，晚上好 ，Hello Q K 男子 ，Hello Jeff，Hello 切尔东，晚安 ，Hello 阿当 ，Hello 阿健 ，Hello 吴亦和，晚上好 ，Hello 玉安 ，Hello 君汉，还没过。加班中，加油，加油！小心最近上课好吗？还不错，每天就上课、上课跟上课。Hello 卡丘 ，Hello 笨猫，笨猫，谢谢笨猫。Hello 何景喵喵 ，Hello 修哲 ，Hello David，Hello 啊 David，Hi。假日太累了，今天没加班，看小心了，辛苦了。组长好，谢谢大家好啊！小心你生日会有一定去，好啊，谢谢你。如果有的话，应该在八月、九月吧。我生日是八月。第一次看 TTP 现场，小心不忍超客啊！谢谢，谢谢你，好开心哦。总之不忍称赞，我就是很开心啦。谢谢熊熊 ，Hello 小宝安安，小宝。Hello Lucky，Hello Larry，Hello 塔瓦哥，塔瓦哥，塔瓦哥有来吗？没有，塔瓦哥只去 B 组吧。Hello 开心 ，Hello 八七号 ，Hello 可爱哥哥，可爱哥哥，你很可爱，嗨嗨嗨嗨嗨 ，Hello 小葵，嗨，我看到小葵，我看到小葵很认真的看表演，我好看 Mini Call 啊，小宝坐在哪里啊？有点找不到哎、欸。小晴晚安 ，mini 康辛苦了，有好多感动，谢谢。成为感想的组长，不是，成为组长的感想是什么？全部都有看啊，真的、哦，我都没有找到你们的感觉。你这是在 diss 我对不对？没有，没有，很可爱好不好？很可爱，就在眼前嘛。对 ，Hello Alex。Hello 博弈 ，Hello 阿华，晚上好，晚上好，小晴真的超棒，感谢大局的位置哦，因为哦，所以大局的位置是怀怀拿。Hello 您 ，Hello 阿 Kira， 突然这是广告哎、欸，酷，星期六的表演很棒呢，谢谢谢谢，在星期六的我在左侧，嗯。好，谢谢 Martin 的礼物，好长哦。这次也是近距离看小晴，广告是这种，对啊，连两次侧边，侧边好像很棒，我都一直在左侧，就是我自己的左边，我都一直谢谢口罩，谢谢傅伟的口罩，我都一直怎么说，我的舞蹈部分都一直在这边比较多。耳环是樱花吗？耳环是。粉红色的 Daisy， 没有啊，应该可以说是樱花吗？我不知道，这是我新买的，喜欢，真的很喜欢花哎、欸，小眼，这是我的背景，可以把它当成樱花吧，粉红色的 Daisy， 山腰可以看，正常只是偶尔会吃肚子而已。Baby baby baby， 好好看，谢谢 ，Confession 超棒的，谢谢。强行樱花，耳环是凸起，我们在 C 排戴口，对，戴口罩真的好难，你知道吗？我觉得
虽然我有些人我是认得出来，有些人就是怎么说呢，我有看得出来，就是有些人例如说有拿牌子啊，或者是喊我名字啊，或者是一直看着我的那些，我都有回看过去，但是有一瞬间是认不出来你们是谁，大家懂吗？哪一首是你自选曲啊，你们觉得呢？腹肌超吗？耶、欸、大家有看到吗？大家有看到吗？有线对不对？有线对不对？我在很用心的去锻炼我的肚子，你们有看到吗？看右边的时候应该觉得很多熟人，右边吗？左边比较多，我的左边就是对这边，嗯，所以说我的左边很多熟人，你们都坐左边，笑死。我觉得是 baby 耶、欸、对 babyBaby baby baby， 队长好帅，谢谢哦。队长，我、哦、不是队长，我是组长。队长很帅，嗯，队长也不错，帅了。我们的队长很帅。我在山顶看不到，小林路飞的结果在对面看不到。我在舞台两侧，离小青好近。我知道，我知道笨猫，我看到笨猫。小雨组长的腹肌，谢谢 ，yes， 成功一波，腹肌超赞。躲呀躲呀，自从练了腹肌啊，谢谢北原神推的心动巧克力，好吃，晚安晚安北原神推。 confession 我只能瞄到了眼面前，面前是雨露，对，雨露在左边，阿潘在右边，虽然坐 A 盘但是没有看清楚。你的左边很多教徒，对，我知道，一出来我们就大喊腰可以。比如说，自从我练了腹肌之后，我真的是超大胆，我就是很爱露肚子出门。没有啦，就是比较敢露肚子。你看今天也露肚子，今天露肚子，可是不会敢让你们看到。没有啊，很久，我今天很夏天的，虽然还没有到夏天。Hello， 企鹅 ，Hello， 君佑，Hello， 毛里兰兰夏通。萨库拉超赞，棒 ！C 牌用在 Baby Baby Baby， 对，对 ，Baby Baby Baby 是小新的 Center， 开心，不是有什么白色露肚子的泳装没有？那是我自己的泳装，你们不会看到，你们不会看到。越来越有自信了，谢谢夸奖。有跟林一起锻炼吗？我没有跟他一起锻炼，我真的是，大家知道吗？因为我啊，其实 Confession 也是我选的 Center 啦，但是。Confession 这首歌是怎么说呢，其实没有很明显的 center， 就是我们各自秀各自的样子。谢谢阿华的心动巧克力，萨库拉组都在看小琴，小琴好棒，谢谢。然后呢然后我记得刚刚服装定下来的时候呢，姐姐就叫我去看，然后就跟我说要露肚子哦什么之类的，然后让我先选裙子，谢谢姐姐。就是他说，既然你拿到了 C 位，就让你先选裙子好了。然后我就选了我的裙子，好，就这样而已。然后那个肚子的部分呢，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 confession 到底要穿什么衣服。然后结果是新的衣服嘛，新的衣服的时候呢，就知道要露肚子了嘛。他就说还没有看到衣服之前，他就跟我说一定会露肚子。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想说要好好练一下肚子，让你们看。成功一波，每天都有做运动，然后现在结束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感觉有点，也不是做习惯，但觉得好像蛮有用的，应该会持续做下去。但是昨天休假，昨天是就是怎么说，昨天是星期日嘛，昨天星期日是 B 组，哎，不是 Bellflower 组的 mini concert， 所以呢 Daisy 组跟 Sakura 组呢就。比较闲，终于放假，好，放假一天，所以呢就好好的休息了一天，各自秀腹肌，四人不太有限的，对，就是多一句孤独的过吧的一句，有点锻炼过心才好干，嗯，怎么说呢？对，太对，没错，懒惰一下，然后，所以我会继续锻炼下去。如果有一天你们再看到我肚子的时候，应该就是完美的肚子了。Hello， 浩浩，
Hello Andy， Hello Andy， Hi。那我也从今天开始练，握手给你看，出镜。行啊，你可以穿露肚装啊，你可以穿露肚装。Hello， 我现在在直播哎、欸，可以啊。刚开始以为是 Blue Rose， 你们俩一起回来吗？哎、欸，那我放了两把，下面还有一把。嗯，另外应该还有那把雨晴吗？已经回来了。哦，嗯，对。那有一把。没有，因为我回来之后我又放下去、哦、对，谢谢 Andy 的告白气球、哦、我刚出场的时候我还以为是 Blue Rose、哎、是 Confession 哦，甩卖价的 Confession 哦，喜欢那个好啊、哦、谢谢大家。 Confession 之后是高桥 T4 的 Unit 吧，等我一下哦，小琴应该很开心可以跳吧，因为怎么说我们大部分的、啊好，谢谢。好玩。今天吗？谢谢。对。每天。阿里嘎多。就是怎么说？我们通常的 uni， 你看新型病毒嘛，天使的尾巴嘛，啾啾啾嘛。应该说的话，远距离海报都是比较可爱的，所以想说哦，终于有 confession 可以跳，就很想要挑战看看。练到山底都看到线条就溜了，啊、哦！加油，我加油。Unity， 你们都跳得很棒的，谢谢。我的肚子上次小琴看过了，谢谢 Andy 的告白气球哦！恭喜小琴获得一次爱的许愿池抽奖机会，祝你好运。晚一点，一起练啊！大家一起练。妈妈回来了，我们的喵喵回来了，有帅型的，对。康那个风格又四个人又有卖价，第一反应就是 Blue Rose， Blue Rose 也很棒。 Confession 真的很惊喜，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挑战。嗯，就是你知道吗，其实大家知道吗，雨露潘是蛮强烈的风格，然后他们都很怎么说，很多，对，这样我不知道这样讲的不对，但是很多，他们的东西很多，然后 IM 就本来就有很多，然后小琴是对小琴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然后另外一个 confession 组是林杰嘛，我们两个都一直被老师说不够多，所以我们就两个一直很苦恼要怎么展现出来，就是不断的练习。高云杰，哼，就是这样子。小琴跳帅气舞蹈，结果刚好在对面没有看到，希望有下一次。可是我觉得跳得很开心。对，晚上好 ，Hello AKB48 fans，Hello 阿如，好久不见。酷又可爱，小琴的帅气兼性感表演，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我没有200%，但是我至少有，我应该有。95%，没有到100%，我觉得我可以再厉害一点，可能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的这个用麦架摔来摔去，然后的帅气舞，所以我觉得如果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下次机会的话，会再钻研一下。嗯，Confession 整个帅爆，抢金跳，对，嗯 ，Yeah，Hello 泡芙大叔，晚安 ，Hello 何师傅 ，Hello 小易 ，Hello 马忧草。谢谢 Hello 文凯，很多什么很多 feel， 而且你们的新歌都是打头阵第一次看，所以真的很惊艳，不够多。周大佬系唔系啊？系唔系有压力？压力实有噶，有压力先可以令人成长噶嘛。眼神表情很重要，那你们觉得我的眼神表情怎么样？觉得昨天很帅啊，有 feel， 可是我没有看到现场，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其实练习的时候大家都很棒。教主跳舞真的很帅，谢谢。林杰竟然不够多，就是我们一直被老师说我们好像有一点偶包，就是练习的时候啦，因为我不知道现场的林杰怎么样，说不定林杰就爆发出来了。但是我跟他练习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一直被老师说可能不够多。我的方向也看不太到小琴，可惜。晚安 ，Hello 阿如 ，Hello 晚安 ，Konbanwa 阿祖，仰卧起坐小组训练有成，对，仰卧起坐小组，大家知道我们仰卧起坐小组是谁吗？就是我跟云爵跟一家每天都在做，哎，我们还创了一个群组，
一定会再进化的，相信你哦。四月还想要再看一次，呼呼呼，会怎么样呢？还想要正面看小青啊？你有当过勇往直前的 C 啊？我有当过，也没有蛮多次，最多次是雨晴，但是雨晴不在的时候 ，mini concert， 然后好像也有担任过两三次。我来看一下，雨露超性感也很帅，可是我很想要看，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去看 B 组的练习的时候会看到 B， 对不起 ，Bellflower 组的时候会看到他们的练习嘛。但是如果是自己在练习的话，其实不太看到我的成员们在怎么跳，可能只能看影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跳成怎么样。但是还蛮想要看的啊，好想要分身，分身一波，一定可以更厉害。小晴组长晚安，谢谢。雨露和小晴的表情最棒，真的吗？谢谢。一开始手电筒飞出来的表情，我有点担心。不过小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傻眼，你知道？然后我其实已经有做好表情了，是要帅帅的做，这是要帅帅的跳 AKB 参见。然后就掉出去了，然后说。好啊，对不起，以后会好好的演示起来，让你们看不出来。我觉得你很厉害。Hello， 耀多，好久不见。第一次可以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以后一定会更好的。谢谢，继续加油。有一首你跑来我面前，结果被你学，才发现是舞蹈动作。对啊。baby 吧，那你很棒哎，一家啊，谢谢泡芙大叔的追踪，你还有露营一家，路人还有路人一家，对，他是路人，说不定有一天他也要跳啊，说不定，一天要做几个放一起做，我们现在一天，我之前是坚持一天100下，然后是连续的，没有休息哦，然后100下，现在有渐渐的每天看自己。累不累？累的话就一直做下去。我也不知道，100下之后就没有再数，就是做到累为止，就是做到做不到为止。应该最多150，然后如果以后再可以的话，就变成200个之类什么的。大家可以一起做啊！Hello 阿爸，有体能比赛吗？没有。参见小婷头目 ，Hello 耀多，勇往两次吧。一家的 MC 说他没跳也跟着你们一起练，对，一家下次也要挑战露肚子。其实提议要做仰卧起坐是一家，因为我说啊，我是不是要练腹肌了呢的时候，然后一家就跟我说，哦，我之前什么考试的时候就是复习很无聊，就是也不知道干嘛好的时候就会开始做仰卧起坐，他就跟林雨欣一样很奇怪，然后。做一天100下的话，一周就有腹肌嘞。他这样跟我说，我说真的假的？那试试看。然后结果一周之后，我还是没有腹肌。但是大概做了，就是一直坚持做的时候，其实有慢慢的，可能还有分那个吃的太多的时候跟没有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吃东西的时候比较明显。四月希望是星期一啊，二三请不了假。这个就要看，请大家留意公告咯。恭喜成为樱花组长，名正言顺的晴樱组了。谢谢组长晚安，谢谢帅气兼傻眼的表情，结果秒飞。一开始有看到手电筒，后来怎么不见了？原来那个是手电筒的部分，真的是，哎，我是太慢了，不好意思。好厉害，难怪腹肌那么明显，谢谢。每天100，对，正面看小晴的 baby， 我有看到手电筒飞出去的瞬间，笑死！男生自动成二，很有毅力，100下很多下是吗？分次做效果，应该是说可以一天做几次，可是我累，所以我一天做一次就好了。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或者是洗澡之前做一下，左侧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部分，但是小晴还是跳上班，谢谢大家，一家推了我一把，对，谢谢 Martin 的礼物，
练腹肌也可以做平板啊，有我有，就是其实也不只有仰卧起坐，仰卧起坐就是每天一定会做的。如果那天每次做的话，就是没有很累的话，就可以做一下平板一分钟。Hello， 要不要一起仰卧起坐？好啊。还有平板，我们还做什么？抬那个腿，抬那个腿，抬腿。就那个腿上下下哦，那个超累。还有就是比较轻松的，这个叫什么？俯卧撑吗？俯卧，但是也没有俯卧撑，就是比较轻松的俯卧撑，就是这样而已。嗯，就是整个人睡下去，就只有这边，就是超轻松的，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讨厌运动。恭喜当樱花组长了，为什么他们都叫你头目？感觉好像什么集团一样。谢谢。大集团。喵喵！啊，给你们看，哇！欸，你都会延迟，对，延迟超大。欸，我跟你说，为什么？好笑。我是樱花组的头目，谢谢大家。为什么叫头目？因为很像，因为我都叫你大姐大，因为你就说你最爱看那个我是大哥大。对，我是大哥大。我就说你是大姐大，谢谢姐姐。笑死！头目的女人。可以哦，喵喵，我也是喵喵，女人香大姐大，对，因为为什么叫头目？是因为不知道有一次祖祖说要约出去吃饭之前的时候，就叫我头目小琴，他说小琴前辈很像头目，小琴来就是小琴头目，小琴前辈来揪团，我们一起樱花组出去吃东西，嗯，提议的时候，他说小琴前辈是头目，然后拿朱米是。吉祥物，吉祥物。然后祖祖是地标，地标，那个很高的，好好笑。大概是这样。那我是宠物，你不要这样，感觉又瘦了，你不是又瘦了？没有哎，欸，瘦子没有啊，没有啦，可能绑起来了，看起来比较看得到。不要跟我比，你一直都长这样啊？不是你一直都很瘦啊？没有，没有瘦。以前原来是压寨吗？夫人，压寨夫人。他是想凹你情车，对，哦，他好像讲，然后我就说姐姐请，姐姐请，对，然后我跟他说我没钱，谢谢谢谢，我还在这么穷，我穷，我说姐姐请，姐姐请，头目的宿舍好伙伴，对，只有我们两个宿舍的樱花组，樱花，看到组织要干嘛？财王，财王，笑死，羽喵财王，小心一定。有领导风范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厉害。大家一起努力，我觉得不像雨晴或者是诗雅那么的大姐大哦，因为毕竟年龄也是比较年长一点嘛。但是就有那个 feel， 像是雨喵也会帮忙。怎么说？我们其实雨喵会帮忙，阿胖会帮忙，偶尔林雨欣出来讲几句话。就是我觉得 C 我们的综合版，我们的 Sakura 组就比较怎么说？互相帮忙，对，互相帮忙，就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不过有一个很明显，就是指挥谁指挥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和平，我们是平，就是很平淡，我们各有各，就是大家一起帮忙的感觉。谢谢大家，谢谢樱花组大家。我突然跳出来，对，相信小琴没问题的。头目，你们那组有咬我跟亲我，这算是两种，啊，有咬我亲我跟踩我，知道吗？还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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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no no no， 不是很可爱，搭配上 no no no。谢谢马大志的心动巧克力。你们要十八岁，所以你要请他，但是还是阿潘好了，阿潘得十八，谢谢阿潘好了。谢谢，怪我。妮妮康仔的头目跟晨晨到底说了什么？没什么。什么东西？没什么。我就说那个时候吗？没什么，这是秘密，这是我跟晨晨的秘密。欸，可我刚刚讲偷听到没偷听到？你有偷听到吗？没有，没有。谢谢明晶的星之冠。看一下，我想要小心踩我，变揍我，你要直接杀人吗？揍我！你想要小心揍我这样子？小心是元气的带领，谢谢。怎么鱼心特别加个偶尔？鱼心是佛系，其实大家都偶尔，大家都我们是佛系型，大家很帮忙，小青好棒。对，小青知道投票活动了，知道了，大家靠你们了啊！你说组别那个投票活动啊？
对，避免去。嗯，对啊。其实我还蛮惊讶，在家里发生的这个，那么害怕。不是看，都是看那个，就是，嗯，对。虽然还不知道避免去是什么，但是当然有机会，就是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啦。对，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月经过了这个月之后，就是可能一开始跟大家还没有很熟嘛，嗯，我不知道，就是没有那么热络。对。然后这个月，你们这结束，特别是结束之后，整个人就，我们整个就是，哇，对啊，就是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很开心，感觉这个月就过很开心，嗯，其实就是感觉透过表演，就觉得跟彼此的就是感觉比较 对，会比较增进的 feel。而且因为我们平时其实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会就是约彼此，就而且大家现在开学，然后大家超忙的，嗯，很开心，开始有团队的感觉。这是社长的发文，小块没问题的，一定会投，还不知道怎么投票。对，这样就要就继续看那个，投票有可能应该有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所以是晒我，小鸡是闪亮闪亮，闪我，闪你，闪我。然后就大家要戴墨镜戴好。沙库拉应该变成很阳光的一组。晚上好 ，Hello Lolly。最成熟的该不会是晨晨吧？最成熟的，这应该是祖祖吧？是吗？我们这种成熟应该也强强吧？你们那个是比较他，你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们这边那个休息室，她真的很大胆，你知道吗？她是一个很开放的女生。是哦，对。这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我要先请求她的同意。好，然后大家请去雨喵的直播间听她说，这还得问她。对。你们可以直接问她，她到底在休息室干了什么？小狗妈妈 Aki 怎么了？可能应该比你们组一半以上还成熟。嗯，好。是说心智上成熟还是年龄上成熟？晨晨还是小孩子啊，喜欢他真的好可爱哦，喜欢。这次小琪的表演超棒，谢谢马大志，谢谢马大志。马大志的电影好看吗？我差点也要去看，可是太累了。怎么地？他后来好像去看电影。哦，这就是分组的用意啊，越来越团结变好。很开心，就是真的很开心。闪我问号，闪闪闪闪你，会吓掉。跟不同的很花，对，真的很开心。晨晨发言再次，我没有听到晨晨的发言。那我说什么没有吧？新型病毒吗？是说晨晨新型的发言什么？我没有听。大家，晨晨说要啊，对，晨晨说他说那个，新型病毒很性感。他觉得他是一首很性感的歌，你觉得算性感啊？可能对他来说是可爱又有点性感。怎么办？稳路不稳？可爱兼性感。然后他说他蛮喜欢这首歌，嗯，因为只能感觉好像也是比较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性感、成熟的感觉。可是可是陈还是一个有点看得出那种就是对小孩子真的很可爱，他真的很可爱，超很 Q 哎、欸。艾泽跟我说，我觉得我今天跳的还不错，这样子好可爱。一开口就是大人的模样，就是他讲话比较成熟一点。还不去看灰月姬，对，比较大人的感觉。还有哎、欸，灰月姬现在对，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要有时间去看，要有时间去看。你可以看超级早场。其实我觉得，对我们 Team TP 来看来说的话，因为一开始新型病毒第一次就是第一次跳新型病的时候，有阿贝上在哦。Oh.然后大家那个印象很，就老师，我们老师也会就是以阿贝桑作为模范的基准，然后会跟我们说，这里可能《星星拼图》是一首很可爱，然后要有魅力的歌曲。他会就是以阿贝桑做例子，或者说，你看阿贝桑的话，他会这样子做，然后所以你们要散发出你们的那种可爱、甜美、可爱又带点性感的感觉。对，因为阿贝桑就是一个很性感，所以我们很常就把他做一个例子，因为他动作很柔，就觉得对对对。雨林是例外，雨林就是跳，就是真的是，他真的是这些就是跳出自己的风格，嗯，他是可爱的那一种，对，不会变名堂。新型病毒真的阿贝桑的印象很强烈，真的对 TTP 来说的，怎么 TP 都年纪小的觉得自己很性感，晨晨也是，玲玲也是，晨晨想要吧，想要尝试，比较早熟一点。我觉得晨晨应该没有觉得他自己很性感，但是他想要尝试吧，因为小时候他还是他也是偏小孩啊，就是身形之类的。玲玲，我知道玲玲想走性感，嗯，但是还蛮想走性感的。他的师傅，他平常看他的穿着，我就觉得他很有个性，就是比较帅气，有比较成熟，可
我送，好、哦，谢谢阿米的玫瑰 confession， 算了，不敢想晨晨的 confession 我也想象不出来，怎么办？不能，我也想象不出来，不要再给他，再给他几年，再给他几年，请大家再等晨晨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十六岁就可以了，差不多。Hello， 这个才该不会是认识的人吧？嗯，为什么？雨林。现在 MC 有问说心情病毒适不适合自己啊？我觉得很可爱啊。对啊，我觉得他心情病毒算很可爱型的那种。我觉得晨晨是小学六年级，没有，他国现在已经 国二。大家听我说，晨晨明年就要高中。没有吧？不要，明年就要国三了。在明年他就要毕业，他要成高中生了。可是他怎么看起来就是还是很小孩啊？对啊，怎么办？小新的口白是目前里面最好的。真的 好小孩，好可爱。谢谢。他还是那种跟我一样长大那型。对啊，跟我一样长大那型。玲玲跟默默真的很像，对啊，因为他发型很像，哎，发型超像。我也觉得，默默一直带着玲玲。我觉得林一的 confession 不错哦，会有一天看到。哦，对，我觉得林一的 confession 应该也不错。这我有，我有跟他疯过，就是那天，哦，对啊，我们自主练的时候，就是有，对对对，就是，有在乱跳，他说来呀，来呀，来呀，再跑到中间，来呀，再跑到中间去，超好笑。对啊，晨晨好吊啊！晨晨开直播的时候，我就试试。是因为珍珠。不对啊，他开直播，我还没有跟你算什么晨晨什么很可爱的时候，你在那边大叫。晨晨不能开直播吗？有吧？晨晨现在还没，还没开直播吗？还没，还没啊，还没有。我之前有看过晨晨直播吗？我不知道。我是以为有够大声。咦？所以我之前想要挑战 confession，就是知道。林一的应该真的有腹肌，他林一有腹肌，跳那个真的有，他跳那个，他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他跳完 mini concert 就跳一半的时候，然后换那个衣服，换那个黄色的那个新的制服的时候，啊，突然就跳到腹肌出来。对，真的有，因为我有看到，对，因为我们是同一间休息室，然后他说我跳腹肌出来嘞，哇，太扯了，真的很好笑。我这样跳完全部，我应该也腹肌应该也出不来。对。他算是比较容易长肌肉的类型。我以为你忘记，怎么会忘记呢？信伟，把你放在心上呢。大家我都放在心上哦。但我觉得林一跳应该很帅。对啊，因为我说我还是五汤型的康菲型。我觉得林一算了，我可能有滤镜，但林一跳什么都好看。对，那我觉得他跳什么真的都很好看。那我自己的，你有六块吗？我没有去看他肚子。嗯，快要了，就是有到六块。真的假的？嗯，就有一点点那个幅度。我也有，我也有，好我那天也有看到，好羡慕，我都每天我要开始仰卧起坐，每天就早上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偶尔会看到我，就是偶尔会看到我，有时候有事没事站在那个镜子前面，然后看自己，对，对，有，好笑，那你在干嘛？然后你在干嘛？我每天都要看一下我的肚子。我要撑下来，赶快练腹肌，说不定我之后跳 competition 刚刚好。加油加油，大家开始练，现在开始练。嗯，有点包袱，可以。我在这边没有看到，笑死。好啊，真的很伤心啊，一直都说没有。我也想要跳心理病毒 competition， 每天看肚子，对。每天看肚子。希望下次可以正面看腹肌。这次在 A 排看到小新的表演真的很棒，谢谢。孙雷就是那个张小宝。嗯，张小宝到底是哪一位？张小宝啊，哪一位？你不知道张小宝是谁？就是一个神秘的嘉宾。啊，知道的人知道。张小宝嘛，张小宝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他真是非常的可爱。对，哎呀，孙雷说对，你看什么谁？我还弄完，然后为什么他们要拿那个人的名字到底是谁？我还很疑惑，你知道吗？是谁啊？嗯，早上会特别明显哦，要看早，对，因为早上还没有吃东西。哦，对，早上超瘦，早上小健腰很美，谢谢。延迟超延迟，那可能在充电的关系，是吗？嗯，真的很想看小琴那首，结果完全被挡住，笑死。小海也可以，不行，小海他不喜欢，我不会这样子说，所以我没有帮他提哦。早上的张小宝，小晴的秘密是什么呢？什么秘密？可是当事人都不想要理我们。
咖啡展跳到所有人往后，我才看得到小七。所有人往后，就是往后退那时候，对对对对。千古罪人，因为前面就会被那个，可能就会被柱子挡到，就会被那个，可能就会被柱子挡到。我跟你们说一个，就会被那个，可能就会被柱子挡到。我跟你们说一个。花絮的，就是一直跟他们说你们，就是一直跟他们说你们，就是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还不够，就是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还不够，就是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还不够，你们要就是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还不够，你们要有一种就是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还不够，你们要有一种就是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还不够，你们要有一种我醉了千古醉人的感觉。他说你要成为一个千古醉人。好好但是呢，大那个网络卡住了。但是呢，大那个网络卡住了。但是呢，大那个网络卡住了。没关系，没关系。好好笑，还不够，怎么可以跳帧了？哎，跳帧啊！哦，好了，一瞬间。最近网络好差哦，感觉好凶。你要重讲一下，好，就是说，老师一直叫我们啊，一直跟 Bellflower 组说，他们要下腰的时候呢，要有一种千古醉人的感觉。但是到我们的时候呢，他就完全没有跟我们说，他就说为什么我不跟你们说？因为我觉得你们已经够千古醉人了，特别是阿潘。好好笑，就是千古醉人，醉了，醉了，就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一直跟他们说那个跳针的，好，千古醉人，对，没错，怎么鬼？阿潘犯了什么错？就是很够，非常够，不是犯什么错，还是重复太多 ，too much， 千古醉人哦，阿潘犯了什么错？那因为他是千古醉人，不是这个醉。导致是另外一个罪吧，罪够重了，小心透着我的心，所以是罪人吗？到底小眼真的很卡耶、欸、他就说喝醉的罪，他还说为什么那么卡呢？网络不稳吧，嗯，这么就一个，真的蛮小蛮小的啊，怎么办呢？阿潘很够，我就没了，后面就没了，什么意思？就是后面他就没听到了，卡住了。老师好好说话，我听不懂。今天做梦会梦到千古罪人 ，confession。老师好难懂，就是要一个，要一种 feel， 特别的 feel。我要来挪动一下我的手机。有，有，有，现在有两个。我是赘肉的赘，哎、欸，九十一啊，最近很常卡来卡去。好像有好一点，就是。还可以，好，大概就这样吧。Confession 被雨露惊艳到还露肩，对，我们的衣服真的，谢谢胖丁的星之冠。那太热吗？那我不要穿。什么千古罪人来了？小晴 confession 真的很棒，整首你都超耀眼了，谢谢谢谢你们，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真的蛮紧张的这首歌，然后还有我们第一次跳了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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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字音，嗯，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baby baby baby。因为其实我们练了很久这首新歌嘛，然后还蛮，就怎么说，
背歌是什么的，就是蛮多第一次的，而且跟祖祖啊、婷丽他们也一直练。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自己，希望我们这首歌至少能够很整齐、很整齐、很整齐。Baby, baby, baby， 转圈可爱，谢谢。所以说你们要问我们什么 MiniCon 的考题啊？什么考题 ？Baby 好听啊，我也喜欢好听啊，我也觉得很好听。不同步就不提了。诶，炸开了。觉得其实我手机没有很热。Baby， 我觉得好可爱，最可爱就是你啦！天哪，这首神歌，谢谢。歌词感觉不好记，超级经典，听到心就很想哭。你们有猜到吗？应该没有吧。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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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好爱的心动巧克力 ，Baby 很新快，快又很可爱。其实我一直都蛮喜欢，就是如果我一直有想过，如果要唱中文歌的话，会是什么歌比较适合？就是翻成中文歌的话，然后。我那个时候自己在想，自己在家里无聊在想 AKB 有什么歌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觉得最适合的就是 Baby Baby Baby，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然后隔壁 SH 唱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啊，如果有机会能唱那首歌就好了，就是还蛮喜欢这首歌的，这样完全没有猜到。而且两首新歌我都很不熟。 Baby 很适合樱花组的风格，我也觉得很开心能够跳这首歌。董庆伟在说什么？之前直播说要专心看，你之前直播说要专心看，你要啊？真的吗？Hello， 大家好，晚上好。不小心按到，第一首听到歌，我说你们要专心看，不然我要出考题。Baby 很释怀，可惜没有企鹅。Baby 的 confession。任性的流星，觉得台下的大家都，觉得台下大家都不是很熟，什么意思？新歌真的很意外能够跳这几首。纸飞机是有预料到，真的假的？纸飞机你居然有预料到，因为 TP Ben 吗？你好 ，Hello 。下达不小心，我刚刚也不小心下达哦，所以很专心就不用考啦。可是有点想看小晴跳 Bellflower 那组的歌，你说比较激动的歌吗？Baby 太意外了，谢谢老沙的招呼师。Hello 老沙，你会 TV Band 啊？都买歌了，不多唱，就是跟感觉可以。哦，我刮回去它就网路不稳。嗯，怎么办呢？看一下，想看小晴跳 River 喊 AKB， AKB， 48，紫飞机有被先爆料，所以坚持。想看 River，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第一次来第一次的 mini concert， 我们 Sakura 组的第一次 mini concert 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歌单其实还蛮适合我们的，就是也不会特别说啊很可惜没有跳到 River 什么初日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歌单还蛮适合我的，我自己觉得啦。直播就能继续，想看你们跳初日。金花组给我就是原 TB 的 Team B 的感觉。初日我有看过 Daisy 的初日练习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棒耶，可爱。小新的眼睛很大，谢谢化妆。
如果一出来初日真的会哭爆，大家就会听我们的，那个原阵的部分。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我们的原阵是什么？但我不知道其他成员会，其他组员，我们的组员会不会爆料给你们听？但是小琴就不爆料了，说不定有一天在花絮可以听得到。但是就是我们一起想出来的一个原阵，再加上小琴的一点点私心，一定硬要加开花进去这样。B， 他想要看十六姐妹之歌很嗨，哎，我也很想要。如果有一天能够唱到这首歌就好了，不一定要十六，但是我还蛮喜欢这种歌的。谢谢傅伟的心动巧克力 ，Hello 王子狗狗 ，Hello 夜风明月 ，Hello 轩轩。有小琴每一首歌都很期待，谢谢 Hello 勇哥，谢谢淡定的真情告白，初日感动宝，初日超棒的，我也觉得初日很棒，可以拜托小琴唱 I hate you baby don't make me love， 不要晚一点，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唱。初日超棒，第一次听很感动，每次都很期待小琴的表演曲，我也很期待，可以跟老师拜托老师再跳一次星星病毒吗？大眼星星并不瞪眼，不好意思，看有机会的话，因为信伟错过了，而且星星病毒超级棒的信伟，我看不到你的口白，快被笑到鬼了，而且很多人都说我的口白很棒，其实我很开心，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不安，不知道自己表演怎么样嘛，虽然自己有觉得自己还 OK， 但是还是会不知道别人接受的东西怎么样嘛，但是好像我回来就是收到的大家都蛮喜欢我的口白跟我的星星病毒的，所以我也很开心，只是信伟没有看到。你们 po文都有开花花，感觉一定在讲什么，就是小情歌。各组的原阵词都不一样是吗？我自己是觉得，首先有一段时间呢，我来分享一些幕后的东西。有一段时间，因为樱花，我不知道，怎么说呢？樱花组的大家，其实我觉得我们成员偏内敛一点点，就是，当然可能还是会有像，还是要提那位朋友，就是我们的阿潘小朋友，或者是祖祖啊、小琴、我这种，还是会一直在很吵在讲话的人还是有在，但是大家像是布丁啊。晨晨的什么其实都偏内敛一点，就是比较害羞一点，然后蛮安静的可爱的，就是没有那么疯狂。有一段时间我在想要怎么，就是好像我们不够热络，这样讲对吗？不够热络，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像这样子不太行，我们不能，其实我们没有跳得很不好，但是好像差了个什么的感觉，所以就想说一定要打个气，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打气，就是自己为自己打气。所以呢，我就说有一天就开了个群组通话，说我们要不要来讨论一下原阵，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提高一下士气吧，自己激对，需要一些激励对。然后呢，所以就大家一起讨论了一波，对，就是有一个开花花的部分。虽然我们还是偏，可能大家看完三场之后，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会不会特别喜欢我们？我很开心你们喜欢我们音组，然后说不定你们也会觉得啊，别人组比较好，但这也是我们成长。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很好的话，我们会很开心，我们继续努力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慢慢，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步嘛，而且我们第一场，我们是三场表演里面第一场，还蛮紧张的，自己来说打开第一组，然后打开这个 mini concert， 对，第一步，然后所以想说我们以后可以就是大家一起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现在是我们第一步，然后接下来下一步也继续努力这样子。那下次就要想如何打气的话了。超级喜欢西卓，真的真的谢谢。有了专属的口号动作，就能营造出共同感。对，最重要的是团内。不过我们的孩子们，就是我们音组，其实真的蛮怎么说，很蛮和平的。
什么小心右上角怎么没有浪子，小心有浪子可是偏中，什么意思呢？我有啊，我有在左上方吗？看到官方照片，小心黑色露肚子那张有帅的，对，那张真的很帅，大家赶快帮我转发100遍，因为真的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其实那个摄影师姐姐经常跟我说，小琴的照片超难拍的，因为每次可能小琴很爱做动，就是表情什么之类的，然后转得很快，所以其实拍了一大堆崩照，都没有什么好照片出来。然后最后她今天她说她拍到一张奇迹美照，然后就发给我，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一张，就是传给我，我说跪谢姐姐。转发100遍，我只能分享一次。你都动来动去，所以限动第二张是给你们看当桌布的吗？给你们告诉你们，帮你们放大看清楚我的白白白的肚肚。难拍也难截图，没有，你可以叫我停下来好吗？我有一个秘密告诉小青，4月13号和4月17号的 mini cos 有机会可以参加，期待！希望我们音组会在13号或40号转发一波，真的很棒，有感受到你的紧张，音组可爱组和平，很棒，但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期待未来更进化的小青，谢谢，继续加油。真的有太多需要加油的地方了，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然后还有可以继续讲奇迹，对，那个衣服真的既性感又帅气，真的，我要看白泳装，没有白泳装，这段证明了小琴不腹黑，对，小琴的腹是白色的好吗？好像是白腹，腹白，谢谢熊熊的韩式花白腹，腹白，谢谢熊熊的韩式花束。担任组长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对啊，其实，宣布，我真的很不懂姐姐们，就是不懂十大部姐姐们为什么让我自己来宣布这件事情，真的让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时候可能有点激动吧，就很想就是正式宣布小琴成为 UNISAKURA 的组长，就是做了很多事情。在这段 mini concert 之中，虽然可能大家之前就已经在叫我头目头目什么的，但是也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组长，就觉得跟大家一起努力下去，就是，然后不是只有我在做很多事情啦，当然，然后但是这个 mini concert 就是也做了很多事情嘛，所以一瞬间觉得就是蛮感触的，然后。当然还是会有压力嘛，就是我从来没有当过班长、组长什么之类的，都没有当过，就是一直就是那种在后面跟着别人的人，所以呢就觉得，虽然好像有一种 feel， 好像感觉如果怎么说，感觉大家都一直在叫我头目，当然不会说真的很。啊！怎么会是我？我怎么办？我一定做不到。也好像也没有那种感觉，但是只是看到那个字的时候，有一瞬间就觉得很，的那种感觉。虽然我，但是我相信，我相信，虽然我就是刚刚也有说到，像我可能不像诗雅或者是雨晴那么有领导的才能。不知道，没有那么有气势啦，就是，但是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跟大家一起前进的组长。压力挑战，对，小天抗压性很强的，有大家的支持，
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话一定没办法吧，小新也不是那么厉害的人，但是就是如果是跟大家一起的话应该可以，还有而且还有你们不是吗？谢谢 CKMK 送了香川，小新有大家的帮忙 OK 的，小新是个很有人望也很会为大家想的人，能够走出自己的路的，谢谢。下两次 mini concert 又装梗好 DSC， 所以有好人就会落笔了，期待期待，加油 DSC 加油！没有谁很天生就有带领的，总是要尝试看看嘛。对呀、啊，谢谢。能不能当好音组的组长？组长，组长，感觉很严肃，所以我就好好当我的头目啦。现在还不能说有，还有我们这种大太比大必杀技，一直都会在，知道。一个人不行，还有一群很棒，对他们真的很棒。其实我不知道，总之我觉得一直都是怎么说，我们这群呢没有很怎么说很，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很大家都互相帮忙的那类型，觉得如果。突然我很烦恼的话，会有另外一个人听我的烦恼，然后我们一起来想解决方法的一个组。现在说的话，对，开心。有人喜无关，而且就没下日期了什么？哦，没有看到，没关系。小新的元气和热忱是可以散发给每个人的，你当头目最适合不过，谢谢。小七你不孤单，团员跟粉丝会一直陪着你的，加油！头目，你看刘备也没有很加，温馨还蛮温馨的，我们会一直成长的，大家相信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呈现更好的表演给大家看。觉得也是小晴的成长要有共同，讲给小晴知道，知道了。Hello June， 对，然后也公宣布了，还有三场未来三个月的 mini concert， 哎，很棒哎。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有一点微压力，因为很紧密，就是但是没关系啊，可以啦，期待哦，请大家平日也好。大风吹也好 ，C 位乱斗也好，大家也要来看我们哦。握手会也要来哦，握手会还可以登记吧？小新感觉很会鼓舞队员，我喜欢我们的队员，头目霸气感十足。谢谢。嘿，中岛妹妹的 Love L O V E， 四月加油啦，加油 ！OS 会尽量过去的，期待各种主题，绝对不会再错过了。会请假去看英主的，谢谢谢谢大家，不想要再错过小型任何一场小型的活动。虽然平日不知道能不能去，但希望演出都很顺利，谢谢谢谢大家。还可以登记啊，还有后来其实。全部的宣布信件我都蛮惊喜的啊，Daisy 组宣布的是四月将会开设我们的粉丝居粉丝会粉丝俱乐粉丝什么啊，粉丝俱乐部吗？这样是对的吗？我讲的是对的吗？大家尽量啊，粉丝区对俱乐部俱乐部俱乐部对，粉丝俱乐部四月开始，很酷啊！哦，好期待。然后再来的是 Bellflower 组的是，突然九点了是不是？抱歉抱歉，对的。然后 Bellflower 组的是我们的第四张单曲的 B 面曲，就是叫什么？
二首歌 Seed Coupling 的投票将会是由粉丝投票三组之中会选一组拍摄 MV， 至于还有那首得到那首歌，有粉丝投票决定哪支小组可以拍摄 MV， 对，到时候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很有趣耶，很多很多惊喜，很多惊喜。Hello 杨鼠 ，Hello 切尔东，就觉得有很多事情。Daisy 推现在是不是应该消失？为什么？很刺激，每组各投一票，公平。这要大等要怎么票？对，很刺激，要有团内竞争的，是不是该搬去台北？坏坏，没关系啦。可是很开心，就是有很多活动能够见到你们，我都蛮开心的。台北不是你后花园吗？谢谢大叔送我的玫瑰，谢谢。小易变成泥游戏了。我觉得明康真的越来越棒了，你们很认真练习了，谢谢。很棒。真的很棒，可是唯一一个我觉得蛮可惜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是早场，然后马上就要交给就是 Daisy 就要到后台这样子，然后要准备下一场表演，所以我们然后还有两个 support member， 就是逸云跟阿潘也要准备去帮忙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没有在剧场那个物美剧院那边拍到一个全员的照片，就觉得我真的觉得很可惜。真的很可惜，这是我唯一觉得 Minko 的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大家都有拍到照片，就是没有拍到，音组就是没有时间拍到照片，就觉得很。去年错过跨年真的很难过。对啊，下次再拍，对，是这样，是下次不再拍是完全是可以，但是就是这次就是这次的事情了，下次就是下次的事情了，对。难怪杰斯和何嘉他们两个是用 P 的，对，真的很可惜。然后而且也没有很多，因为阿潘跟逸云马上就要去帮忙，所以有一大部分的时间都他们两个都没有再跟我们，就是没有跟我们一起，我们就马上就是离开了现场，然后交给就是把那个场地交给 Daisy 去准备他们的表演，然后我们会去这样子。可惜会尽力不错过樱花组任何一场表演的，谢谢，还是很想看樱花的小情侣。大家以后拍照也可以用樱花，他们也很辛苦，对，他们真的很辛苦，但是他们真的很棒，他们真的很棒，为他们鼓掌，就是对，辛苦了，每一次都是重要的活动，想拍照合影嘛，对，毕竟就是点，对，感动都不一样，对，跨年相当吃这个我不追花花，难怪结束了，对，所以呢？回去之后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请大家啊，明天有 Hello 我是哥哥，我有拍了个影片，想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我明天后天星期三我有直播吗？好像没有，好像星期五有直播，我去哥哥吗？这个就要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变成丫鬟了、冲进去一群风铃草的粉丝中间比樱花的就是我，樱花推，不过有竞争才有进步，三组一定会更好，怎么不当皇太后，好像礼拜五的样子，小心礼拜三会放影片，大家记得要去看，连载一波666666，原本还有这个，大家以后可以放，就是用这个拍照 pose， 这是樱花 pose， 这是樱花的花瓣。好卡哦！香破 pose 不是，这是樱花花瓣，好不好？投降的方法不是。
这是樱花瓣，不是比六吗？比六是这、就是两个，这个是樱花，这是会动的。可是你们这样子比见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这个同步有点受不了 ，QQ。这个 VS 哦，还有五秒。刚林毅的限动才说不是六六六，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为什么又继续？啊，可以了，可以了。怎么关掉 ？Daisy。Daisy。关掉了，我也关掉了。啊，你要在这边播吗？在半小时。今天很累。林一的限动依然少两位，对啊，就是刚好。结果一直连，对不起华华。哎呀，现在我们整个宿舍都在卡。今天网络不友善，对啊，怎么办呢？全部人都在卡。同步你看留言会卡吗？不会，好像不会。听说七月五 G 就开通了，月租一三九。谢谢宿舍的大家都卡在网络中，对了，可能因为我们太多人在直播。みなさんこんばんは。小春です。小春ちゃんです。那我们今天一个半好了，我们星期五再开久一点。七个人直播，七个人直播。啊，我的电脑直接没有网络连线，笑死。傻眼。累了累了，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呢？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什么事特别难忘？坐在回家的路上，你没有办法。今天睡了一天，我昨天睡了一天，我昨天睡觉，嗯，啊，对，我昨天终于学会怎么吃鸡，昨天终于学会怎么用玩生存模式。现在很幸福，昨天终于学会怎么用生存。说到过得怎么样，都会唱夕阳，对，然后但是还是还得很烂，叫小迪带我这样子。今天上班好痛苦，然后喉咙完全没有声音。小迪教你了，对，小迪带我，小迪带我，就是不太会玩，因为我死亡率90%。小心也在吃鸡。然后，对，然后还有干嘛？吃饭，看电视剧，看了最近很红的那个什么《恋爱天长地久》。
小新找到喜欢用的枪了吗？这样比较上手。还没。那韩寒应该不会找你一起吃，我是新手。可是现在看到小新，心情就会变好耶。我觉得我最近高手带你吃鸡解散，对，经常走火，我是经常走火的人，慢慢学会玩游戏，不太会玩。佐藤健，对，最近很红的佐藤健，吓死了。小新有玩 Switch 吗？我没有 Switch， 我没有 Switch。很容易走火，其他兴趣但不能忘记，腹肌，对腹肌。佐藤健演的恋爱好看、哦，我也觉得好看。所以小新眼镜日益群雄，没有，我没有进，我是一个新手，不敢去打扰各位大大，偶尔玩一下那个斗地主这样子。嗯，对，还有在修图，大家可以看到每天都可以发文章。反而可以预测小新的表情，然后比较好截图了。设计游戏超乎说，我也是超难，等级还没有达标，没有进去，我现在才十多的，十六，超烂。话说。你们要去的，但是我的后面是我的。笑死，他们真的很多。今天是可爱造型的小晴，对，我今天很开心，全都掉出来了。今天很开心绑了个，我本来今天没有要绑头发，但是还是绑了个三股辫。想说很久，哎，我很久没有穿这种吊带裤，就是一如既往看到小晴在穿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就是很常在穿这条裤子。然后，然后这件衣服好像几乎没有穿过，他就绑了个山谷边，麻花边。有竞争对手进步比较快，动漫都这样演。先加一下我的新手群组，是不是要练一下刺激？对，练一下绑头发，让我的女子力要继续加油一波，想要成为一个。有女子力的女生，都掉出来了。Hello， 晚安。突然很多人，晚安大家。嗨，大家好，晚上好。这很有趣，我跟张雨林一起去买。大家有去看张雨林的直播的话，知道他有跟我一样的东西。这可以录音，然后讲。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刘小晴，口号喽。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刘小晴，口号喽。那个有卖吗？有啊，这在师大也是卖。对我来说，你的女子力已经爆表了，谢谢。多多进步，慢慢变成一个欧夏蕾，欧夏蕾的人。啊，按错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刘小晴，口号喽。这很便宜吗？这个不贵。嗯，忘记299嘛之类的。真实语开播啦。不要有小晴录音。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刘小晴，口号喽！闪亮闪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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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亮闪亮。是说写真书看到小晴是唱歌女生的，好厉害！你们都看过了吗？你们有买吗？你们有买吗？小小晴，大家有买吗？可爱，我超喜欢，我觉得好棒哦。还有，我
我是紫柚妮莎库拉推，我是樱花推，耶、yeah! ！想樱花推？什么？不是有问题啊！小心在这边。这是林雨欣，这是曾诗雨，这是张雨林，这是易云，这是阿潘，这是会，奇会不会，会会会，他什么都会。这是阿丽，啦啦啦，阿丽丽丽丽。这是雨露，呦噜噜。这是布丁 ，no no no。这是美玲，他是一个奇怪的人。这个是。看不到，晨晨呢？晨晨，这是紫竹，竹，完全对不上声音。再把拿，今天是咪酷日，钥匙圈拿起来，你要。画面对的不一样，好好笑。画面对的不一样。为什么对美玲的评语？我最近很常叫啊，美玲真是在歌词上面。下了很大的苦功，如果听到他唱歌的话，记得要称赞他一下，就是一直叫他背歌词，美玲赶快去背歌词，然后他说好难背，然后就他就说他就过来宿舍跟我们一起背歌词。没有啊，这不是我家，这不是我的家，这是宿舍。好认真的看我的书，我都没有认真看一下，看一下。Hello， 都是诗雨的声音。常看小晴的直播就会习惯了，对不上。每次都对不上啊！来一句来形容。闪亮闪亮。一句来形容这一位朋友。小晴是。闪亮闪亮。闪亮闪亮。然后。请看，这个。林雨欣。一千片。算了，下次再玩。太不行了，我真的完全不同步，现在不能去语庙台，马上要被大家知道。想象想象，独特的魅力是你的错觉吗？因为小心变好看。你可以用录音机，这样子会同步了。差太多了，对，下次再玩好了。啊，那怎么办呢？今天那么卡，但是我基本上前半我已经把这个 mini concert 的感想。都跟大家说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希望你们都过得很开心。我有一天，就是我觉得参加 mini concert 最重要的是你们，因为你们毕竟你们就是刻意来看的是来看我们嘛，所以会有一种很想要表现的比较好一点，像让你们觉得。来看我们表演是值得的那种感觉，希望你们有这种感觉。不如现在给大家提问迷你控的部分。迷你控的部分。看得很爱你啊，没关系，声音不同步至少不会卡。看到小林在台上真的很开心啊！等一下，谢谢。谢谢。我怎么这么忙啊？这边的背景是雨苗，对，没错。我很好奇，小琴说的算是哪一部？你看，是不是要开？小琴没有说了算。小琴说了算呢，就是用了小琴的 C 位卡，获得了三首。大家听清楚了，是三首。center 的部分，大家来猜一下三首是哪三首呢？刚刚我直播有说，然后其他大家来猜看，请问哪三首呢？刚刚看雨喵台可以同时听到小音超音超音，萨库拉的好处我就是我只专心看小星星，我们都很棒。baby 小嘟嘟修行不不不是 confession baby 跟 only today 不不不行啊，你们真的是太不行了，好想见到你看 Rookie 不
愧是 Luki， 好想见到你 ，Baby Baby Baby 跟 Confession Death， 语录不是哲秋说三六我的纸飞机，哎，那个是你们的语，是你的语录，语录哎，语录 Center 好不好？三六我是语录 Center， 侧边很难看队形啦，太左边了 ，Only Today 是阿盘对的。在侧边看不到，有些站位不好看。是好想见到你跟 confession 跟 baby baby baby， that's， 你也可以说樱花瓣，樱花瓣很明显就不是啦，好吗？好啦，你们应该你知道最专属的回答是什么吗？最专业的回答是，我的眼只要你在我的眼里，你永远都是 center。你们真的很不会耶。你们真的很不会，你应该说每一首歌对我来说小心都是 center， 你看你看怀怀哎，怀怀棒，怀怀棒，幸亏学姐，你看怀怀就很棒啊，直男，还没有答完，就是好想见到你跟 confession 跟 baby baby baby， 那来说一下为什么是好想见到你呢？感觉大家一直不太懂为什么要选好想见到你，就是因为小新真的很喜欢好想见到你这首歌。对，我还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大家有听到就是大家我小新一直都很注重的东西，大家有听到吗？小新的 ROD 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好想，例如说好想见到你之前小新说了一句话，那是什么呢？所以我不写，大家还记得吗？小晴在好想见到你开始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大声的话，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看你们有没有升格的部分，你们就只能当一个普通教徒，一起嗨起来之类的吗？ Luki 很接近了，但是我不是说这一句话，哎，你没有回我哎。我没关系，你降级没有？没完啊！只听到，我也好想见到你。没有，不是，不是，你要下去了，猜不到，全部去罚跪。你们哦，没有好好听小林讲话，是不是？没有专心看，专心看，专心看表演。叶无名的超坏，没关系，跟华华妹妹一起降格，我可以。好，我要公开。穿甲还有位置吧，好，小心公开一波，就是，嘟嘟嘟嘟，大家准备好了吗？爱的嘎哒，爱的嘎哒，爱的嘎哒 ，yes， 哒哒哒，是大家准备好了吗？有印象了，你看你们，对吧？让我想一下，这是我们讨论的，是一开始，可是一开始大家有听到易云喊吗？易云有喊一句 ROD 的部分，易云的易云应该是说嗨起来，大家有听到吗？好像麦克风没有进，还是麦克风小声？大家有听到易云的参见吗？降格，可是喜欢你的心还是不会笑，没去给不降格吗？没关系啊，不用降格。开始打扣。有听到，那就好，那就好。对，叶云说，因为叶云是 center， 就说，我说叶云你那边一定要讲一句话，你一定要讲一句话。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不是开花花吗？然后他就说开起来，我说不行，那个不行，不能开起来，开花不行不行，开花你要讲的是嗨一点的。然后他就说嗨起来的时候，哎，开起来是哪招？对，我说他们一定听不懂啊，开什么东西？小心是我不好，你踩我吧，不要。虽然我不知道是，当时不知道是玉涵，看到玉 center 我才知道是他。有记得？可是应该不太可能。Aki 有说话，等等 ，Aki 的提案是什么回事？就是开起来。对。然后呢？因为所以，后来就是
就是我觉得因为小琴的我不知道，但是小琴还蛮注重这一部分，所以是想要让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嗨起来，所以会叫大家就是多一点这种动互动吧。嗨起来的话粉丝会全员问号吧，我觉得你们会听不懂，但是但是你们还是会喊，因为其实说不定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喊什么这样子。樱花耳环，我没有分发，我没有用大眼跟手，粉红色的，我就磨皮。然后小琴下一首歌是准备好了吗？爱哒嘎哒哒，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啊，下一个歌，大家还记得吗？大家还记得吗？这是我找了布丁跟雨林一起喊，开什么手灯吗？哎，不要再讲手灯的部分了好吗？想太多了。Only 超嗨，对 ，Only 姐姐你们喊得很整齐耶，很会带粉丝扣，对，这是我还蛮注重的东西，对，你们有听到就好。可是不用记住也没关系啊，我觉得当场当时你们就是玩得开心的话我也会很开心，特别我自己怎么说，这跟其他偶像不太一样的是日系嘛，就是比较会有那种喊扣的部分，是我蛮享受的部分，也是我自己爱喊，就是如果我去参加的话我自己喜欢喊出声，这样比较开心啦。然后就是自己也在台上的时候听到你们喊扣我也很开心，这样子我们自己都在喊，很少听到前面旁边太吵了，像晚上的 Daisy 没人带，小华哥就放枪了，喊扣好玩，对，很好玩，很开心。 Only Today 玩练很多次了，这首真的累爆，喊戴口罩喊扣差点唱。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对吧？不喊的人是不喊的人是什么意思？喊扣嗨爆，对，喊扣嗨爆。不喊的人就是默默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就是就像有两种粉，也不止两种啊，但大概两种啊，就是一种是默默在心中感动的人，跟很想要把心中的事情叫出来的人，就是每个人享受的方法不一样啊。对，后来还是破音了，对不起，没关系啦，还是有地藏，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是大家就是看表演，就是每个人享受的方法不一样啦，对。其实也不错啊，对啊，就像是你听到一首你很喜欢的歌，有些人喜欢跟他一起哼，有些人就是为了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故意不就是用心听，有些人就是就不太会喊，但是喜欢听歌，这样也代表他喜欢着这首歌，没有。都没有错，对，不强求。我觉得地藏也有地藏的帅，就是会觉得你们很认真的在看表演，也会很开心。看你们真的是太不了解小千，你们真的是要好急了，你们都扣分扣分。抱歉，我错了。对啊。对，总之 mini concert 就是，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头前面三首歌可以很嗨，然后后面四首歌有点难带 call， 所以就比较没有喊 call 的部分，好像三首歌都没有喊 call， Love 休息而已。对， Love 休息这次我跳了二号位，哎，三号，二号位，我今天这次跳了二号位，是第一次跳这个位置。我真的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 Love 休息这首歌。突然关灯。好，先承认我是萨克拉，我萨克拉是第一张，不过是感动到没有反应。谢谢阿贵，有富有神秘感的人，我们捉摸不透。谁叫我们没有和你住在一起才不够了解，新歌大家还没有练习啊。 Baby Baby 也可以喊扣吗？我记得 Baby Baby 好像不太能喊。喜欢林一或者是你带的扣，扣到没分数黑扣了。
隔壁是不是在撒娇？新歌比较难哼，要喊沙哭啦。真的吗？哦，新歌棒可以喊哭。啾啾啾，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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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空间，没办法。小新唱樱花组的对题很可爱，很好看，谢谢。Baby 不太熟，不敢乱喊。我也没有很熟 Baby 的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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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于是 baby 台下都很安静，可是 baby 我的 baby 的歌我也不太熟，我去研究一波。baby 的动作好快，对，其实他意外的蛮辛苦的，唱歌跟跳舞一起做的，意外的。好，我去研究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好啊，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到了，那我们下次，因为今天还蛮卡的，我们下次希望下次会好一点吧。下次的直播时间是星期五的8点吗？7点。念吧，嗯，我会念。还没。来看一下。7点半。谢谢你们每周提醒我，7点半，7点半，念个房。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然后送了我很多的礼物，谢谢你们。第10名是 Marty， 谢谢 Marty。第9名是熊熊，谢谢熊熊，谢谢熊熊。第8名是 Andy， 不是不是已经走了？谢�些，多谢 Andy。第7名是尼哥，谢谢尼哥，感谢。第6名是刀仔盖眉包，刀仔。第5名是傅维，傅维，谢谢。第4名是游戏 hero， 游戏 hero， 谢谢。第3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2名是 CKUMK， 哦，谢谢 CKUMK。第1名是。信维，谢谢信维，谢谢信维，谢谢当地的真情告白，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青的直播，然后也很开心大家在 mini concert 见到大家，可能有一些教徒没办法来 mini concert， 但是没关系，我们未来还是有其他机会见面的，还有特别是期待握手会见到你们，快了吧，握手会真的很快，组长加油了，对，成为了组长。未来也请大家多多指教，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才刚开始嘛，对，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谢谢大家愿意去支持我们，小琴讲话 MC 也会继续加油的，谢谢，辛苦了大家，冲啊啊，还有一件真的很感谢大家就是支持我，还有一直说什么夸哈鲁什么之类的，小青很棒，夸哈鲁很帅，哦，头目有头目有组长什么之类的，谢谢你们，然后传就是留言什么讯息什么的都很开心，谢谢你们。接下来有3场，让我们看到更精华的你们，加油，腹肌也会加油的，头目冲啊，谢谢。久违的看到小青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谢谢你们。好吧，那我们差不多就要说拜拜咯，我应该要贡献有贡献一点声音，谢谢班长，班长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喜欢小青世界第一可爱，谢谢。估计下次要精神一点，哈哈，还拜拜咯，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吧，拜拜，大家晚安。大家晚安，辛苦了，明天也要加油哦，上班上学加油，拜拜。我出咖喱了吗？晚安，晚安，小雨，小雨晚安。
拜拜，晚安，泡芙大叔，拜拜，游戏系统，拜拜，佑生，拜拜，半奖，拜拜，小易，拜拜，盖美包，拜拜，华华，拜拜，信伟，拜拜，阿当，拜拜 ，CQMK， 拜拜，阿如，拜拜 ，Martin， 拜拜，梁光，拜拜，老沙，拜拜，阿贵，拜拜 ，Jeff， 拜拜，阿华，拜拜，卡住，拜拜，班长，拜拜，小叶，夜风明月，拜拜 ，Lucky， 拜拜，晚安。好吧，那我们要关喽，下次见，拜拜。是有加框的，因为加框比较平，而且我真的很想要，就是。